挑掉，这样才会比较好用。好，那这一边就是当我们的一开始的村民吧，开工。艾希造型，艾希造型哦，艾希我还好。哎，还有船呢。那我刚是白痴，我明明有木棒，我还做木棒干嘛？这边会生怪，那放这边。好了，开始我们的村民移民计划。绿茶牛奶安安，前天才开始的。哎呦，那不如让你们进来帮我移村民。哎、欸，看一下哦。等等，要这样子的话，那这样从这边开始出发，这边先，然后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再来就是我刚讲的敲掉这个，到这里，白痴哦，我还是需要这个啊。这是什么啊哥？哎、欸，那个王子不要点哦，不要点哦，不要点哦，不要点哦。禁止发言。我有成功 ban 掉吗？那个王子不要点开哦，拜托、哦。那个如果是什么中毒玩王子，你们那是你们的，你们经不起心中的那个好奇心点开的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哦。你是什么？哇哦，你居然是这个！没有，我删掉了，我删掉了，应该是删掉了啦。因为刚刚有人贴了网址，我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是什么？工匠。你也顺便。哎、欸，哎呦！
哇，也太危险了吧！工匠制甲，制甲是，这是制甲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挖不掉木头？哦。这指甲吧，那再来就是屋顶，好忙哦。等一下哦，屋顶再拿石头，石半砖，石半砖。对啊，我刚吓死了欸。好了，这样子是吧？这是石，这个是这个的吧？吗？是吗？快快回答我，我怕我用错。来换下一个。那个是工具哦，我去 Google 好了。哦，是高炉哦，对的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不行。高炉，这样。那下一个，你是什么？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上去，上去。哦，你差一点点呢。那这个要换，换这个位置。哇，这边有铁轨翘起来，哇！其实我不该打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之后要换位置的话，留着比较好吧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再换这个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啦。对，放再这个打掉，盖这个，反正。反正铁很多，我们再去做几个肉矿车。好像太多啦。
你上来，你上来，听话，让我看看。铁轨不够多，对啊。哇！哦，烦呢，有烦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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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静安安。他很不乖啊，所以我才想把这个加长。这个加长至少就乖了吧。这个改放这里。啊！不要洗掉欸！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欸，你乖点啊。下去下去下去。沙轮嘛，对不对？武器大师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你是不是还？你是不是洗掉职业了？哎，没有哎。这样，他这样是不是没办法拿、啊，还是要打掉、欸？哎，你麦当，哦，傻眼呢、欸。所以，啊、哦，那这个需要这样子哎、欸，会打到啊。所以要这样子。没事啊，哎、欸、呀，啊，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封印那些怪物了，我再用铁轨就好了。那他脚下应该没了吧？要吸回来吗？啊，吸不回来。
感谢秀的十块，不，十颗星星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就他最不乖，天哪！下一个，下一只要用谁？这个的话，我捞过来。哦，这样子乖多了。石匠哦，石匠是这个吧？哎、欸，过去了吗？哦，顺便切一下啊。哦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欸，那这样他们还是有可能站上来咬他们呢，所以我要想个办法。啊。这样子能吗？这样子不行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是打算这样拿、啊、这边铺铁轨，然后僵尸就理论上站不上来。还是你们有更好的意见？欢迎提出来。上还没打掉 ，OK。吸不到，要用栅栏为村庄吗？我是要用铁轨为村庄啊。用铁轨围的话，因为你看好，我去示范一下。鼓励怕太危险了呀。好，这只就这只了。看好，好了，他出不来了。他是这样子出来的，因为用铁轨可以挡住生物，你看，所以其实可以做用铁轨把那个附近村庄围住。我先把一些村民移过去吧。啊，你怎么来的啦？哎、欸，铁巨人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看到？还一只，我看一下是谁。好，就是你了。窟窿真的是铁巨人的克星哎。这样子，然后点这张床，哒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
你怎么没上去？放这边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是这样子？傻眼，忘记了啊！我很小，下去。烦我的呀！铁巨人受伤就是身上会裂掉啊，然后你可以拿铁修它，可是我现在应该没有想修啦。欸，其实我不知道地毯他们会不会上来，可是现在我也没有羊可以用地毯。书柜，书柜，书柜。就是这样加屋顶喽。好了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就是来繁殖他们吧，用我们的面包。我还想说用这个啦，这个比较好看，这样吊着，可是很丑，我就放旁边吧。哇，会考虑生村民吗？正在啊，正在啊，正在生啊，就只是说这边是一开始元老嘛，如果这些元老有不错的属性，我就把它留下来换位置。然后比如说这一条路改成就是铁匠啊，然后另外一条是工匠啊，以此类推这样子。
想法是这样子啦。那至于接下来这上面，好像会生怪，先把灯笼放回去。想一下哦，混去，我刚刚干嘛？木棒火把，擦亮之后。好了，这样就因为还没跟他交易过，所以他刚刚附魔洗掉了。还我啊！锋利。像如果要洗到这个的钻石，就是前面真的要很运气啊！前面就是先跟他换嘛，换不对之后再把他杀掉，杀掉之后再来，燃烧欸。想要绿好一点，刚刚那把吧。太久，截肢，所以，晚点应该是下一次的无聊生存，应该是那个啦，挖石头，挖一大堆石头。因为我要来盖很大片很大片的那个贸易区，小夫的头发，好了，反正就是这边再补起来了，来个掠夺吧，掠夺燃烧啊，我要当菜刀啊，还是跟你借这个。我跟你借一下这个，有欸，我们先跟他换书柜，然后再用书柜跟他换那个，完美，可以出来了，早知道这样子用就好了。天哪，我在干嘛？我们先来换铁。所以其实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用下矿洞，就靠跟村民交易就可以过活了。看像这样子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那再来就是跟他买个书柜锁住了，然后再工作台。是不是要半砖啊，还是全砖？我看一下，我就是半砖欸。四
个半钻。好了，那这样子我们有附魔台了。靠，那我今天忙什么？早这样子做就好了，信不信啊？那我们现在用这个。再养一个，要养几个农夫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那个有自动的农场了。好了，那这些小麦最后会变成谷粉啊，很小，再来生一批，我们就可以。感觉那些都闷死、溺死了、啊。我没看错啊，弹出去的哈。牛牛，有没有小牛要过来啊？哎，不行，我觉得这个装置坏掉了。太急了，然后他们长大就死了，完蛋了，可怜的牛牛。哎、欸，这机制1.15不能用了吗？小牛飞出来了、欸，哎。你们刚也吓到了吧？应该不是只有我吧？进来，进来，这边屠宰场，好。没有啊，刚刚那个是那个就是挤压的 bug， 过度挤压会变成这样子。要找到，首先我们要那个呢，这太贵了啦，这个拿来当繁殖的那种材料。这样才三个而已耶，我们要去想办法弄到小麦跟不，红萝卜跟马铃薯。不然那个太亏了哇！哎，现在才2点哦，我以为4点了哎。去换书柜，砂轮先放里面。我们先去换一堆书柜，我们来做附魔台了。这个，放一个半砖吗？不是，因为主要这个是玻璃，玻璃是那个空气方块，所以怕他们弹出来，我这边就要放那个了。